这个地上画的是这小砖块哈，这是个星，我觉得应该是个星形，它是个星吧，它不太规则，不是啊？，好像是这个路线呢。哎，哦，jump around， 这是一个游戏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left， 这是 right， 哦，红色是左脚，红色的左脚，这是右脚，左脚右脚，不难啊？是不难啊？不，它不能这样，不能是一只脚吧？那它到这儿应该是。对，有意思。咱俩说有点无聊。我觉得这个东西小孩子玩的吧，应该是。好像是吧。八哥，我们下一站去哪儿？下一站去逛街。我们好像到了克罗地亚一个大商圈了。就步行去了啊，步行街。我终于看到这么多克罗地亚人了！哇哦，这里应该是游客集中地了。其实这原路真的很多东西耶，感觉整条街有点像那种手工艺的店。这是个啥？买领带的。啊，对，领带就是这里的始祖，领带还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营业吗？感觉上没有开呀。啊，他说那个另外一个店在前面50米。他为什么要在只有50米距离的地方开两家店？哎，对哈。Hello。Hi。Good morning。Morning。Hi。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Yeah。你看，刚才说这是他们是什么领带的始祖，打仗嘛以前，他们就怕那些丈夫啊，打仗以后回不来了，或者回来认不出大家，他们就去之前在脖子上打一个结的那种，打个丝巾拴住了，然后就被法国的国王看到，就规定他们所有的贵族啊跟上流社会都一定要用这个领带作为就是绅士的象征。What do you recommend if？He wants to buy a tie for his father. 啊，为啥要给我爸买？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啊 ，any particular 如此孝顺的孩子。我要不给你也买一条吧，给你和我父亲一人买一条。对，差不多，我是那个年纪。这是克罗地亚，他那个国旗六制。过去的含义不就是系上我就便于辨认吗？是是是。那我就给我爸选一个我特别容易辨认的，就我一看就这个就是我爸。那我挑这个，我给我爸来这个克罗地亚风亮一点的。对。那就再来一点。Cheers. Okay. Thank you. For me? Wow. Oh yeah.终于买到我们的一个纪念品，还送一个鸽子。好，我们也像他们一样走。打扰了，你看他走，他老探头，你看。